这味道怎么样，大叔？挺好，很平和，很平和，口感很好，口感很好。喝这个扎啤的比你喝的怎么样？比那这个啤酒比扎啤上品味。大家好，我大鹏，今天咱来到了山东济南，这个地方是市中区中海国际社区。看看，这边的小区也很漂亮，花园式小区。但是在这个小区边上啊，有一家这个济南扎啤屋，全部统统是精酿。今天呢，大鹏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他这种好扎啤怎么样味道，咱去尝一下，走。好嘞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油炸羊肉串，看一下这边的小子生活。送您一串火腿，一瓶啤酒哈，父亲节快乐。好，这老板今天过父亲节，还在送啤酒。好，高兴吧？高兴，高兴啊！看来都是父亲啊，看来都是父亲节快乐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慢走哈。好，谢谢。它的口感很好。哦，这还是可以试喝的。对对对，咱俩都现场后买。嗯。怎么样，哥们，尝这味道？可以啊，我不是说哈，没是没说你是说，给我来一个这个吧，来个这个。你好哥，我看咱生意还挺好的哈，还行。刚才为什么我看到给他们这个送啤酒？是今天不是父亲节吗？另外厂里搞活动，送1000瓶啤酒。啊，送1000瓶啤酒，就光显示今天。就是1000瓶送完为止。哦，送完为止。对对对。哦，我看到刚才他们过来这个么，都是喝的精酿啤酒是吧？对对对。像咱这种精酿啤酒和这种扎啤的区别是什么的？它的工艺不一样，然后呢，它原料和配料不一样。就咱说的原来包括那个玻璃瓶的那种啤酒，不都叫工业水啤吗？啊、然后它成本也不一样。那像它这种原浆的话，也是属于工业啤酒吧？原浆的话，和这个和精酿啤酒不一样。哦，它不一样的区别是什么呢？生产工艺包括那个发酵时间，包括配料。这个水啤和精酿啤酒的区别呢，就类似于这个白酒里边的酱酒啊，和原先多少年大家普遍喝那种浓香酒的区别。哦，像那种水啤，我听他们讲能喝20几杯、30几杯的，甚至都有，是吧？有有有。像咱这种啤酒的话，一般过来这个喝酒的话，能喝几杯？大家比较普遍的就是4-5杯，也就这个量。哎，就是这个量。喝不了你说那个。像那个扎啤那个20-30杯、oh. 而且20-30杯那种呢，不是那个频繁的跑厕所嘛？哦，和精酿不用这么上那么多厕所。像精酿里面它不添加像他们讲的说有利尿剂啦？没有，咱这边都没有，只不过这边都有配料表。哦，这里配料表不一样。哦，它配料不一样。对对对。像这里边有科技含黑货吗？咱的厂里这个是没有科技含货。没科技黑货。对对对。哦，像啤酒我看最便宜的就是经典叫拉格黄啤，对对对，10元一斤，对对对，是按斤卖的是吧？500毫升，500毫升是一斤吧？五百毫升，它这个东西不能按酒类的，不能按斤，都是按毫升，按毫升算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哦，你好，美女，打扰一下，你也经常过来喝啤酒吗？喜欢这种这个氛围，还是喜欢喝这种精酿啤酒呢？喜欢这种酒，喜欢这种酒，氛围也行，氛围也可以，好，谢。来云翔，今天朋友们聚在一块儿，大家一块儿品尝一下精酿啤酒。好，干了啊！爽，老板敬酒。好。哎哥，像咱这个酒的话，这个通风能喝吧？能喝，通风也能喝。对对对。哦。还没有添加剂。所以说通风的也能喝。对对对，反正是就我喝了以后它不中绝。哦，你也通风吧？对，尿酸高好多年了。哦，嗯，好，吃好饭了，老叔。啊，喝完这瓶啤酒你什么感觉？很平和，很平和，口感很好，口感很好。喝这个扎啤的比你喝的怎么样？比那这个啤酒比扎啤上品味。哦，上品味，吃过饭了哈。工作怎么样？工作可以。工作可以哈，工作顺利哈，大叔。好嘞，好嘞，再见哈。再见。看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也说明是这个中海国际这个地方确实非常的漂亮。这边呢，我们来到之后点了一个凤爪，一个这个炸鸡，这应该是家里的鸡叉骨。这种鸡叉骨，像这个沿海城市比较喜欢。在济南这个喝酒的时候啊，少，但是他们配上了，可能说是迎合的是大众的口味。炸鸡味道不错。哦，那样风味，
像他家的小太监配的其实是很简单，就是肉菜为主。一般来到喝酒的就是男老爷们或者是港台的肉这个美女过来喝酒。嗯，哎，他这火腿味道这么熟悉呢？燕麻烧出的。哦，我说呢，我说的，这个品牌选的好。嗯，我说吃这么熟悉这味道。老济南火腿。老济南火腿，嗯。哎，像他这边配备的是油炸羊肉串，卖4块钱一串。嗯，现在也挺好吃。我看像这种啤酒啊，它就是比较醇厚的那一种，属于。嗯，说是像这个刚才那个老板讲，精酿就和是讲究一样，是用来品的。他喝到这个，这个口感、啊。这是入嗓、啊、有点发甜，但是回味的时候啊，有点那种发苦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喝啤酒啊，应该说是喝的这种啤酒啊，以我个人口感啊，就是比较好的。好嘞，今天我们也很高兴，好哥，嘿，感谢，我们在外面喝酒嘞。哦，好，今天能在这个地方认识是缘分，好哥。好嘞，好，咱们真是说么呢？说喝酒有酒有，能聚到一块是缘分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好，我的酒说我干了，好，你们自己喝，行不行？好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这个爹一有了闺女，就可自豪了。俩儿，俩儿，喝这个啤酒怎么样？挺好，真不赖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喝啤酒就要喝精酿啤酒，对，喝啤酒喝精酿啤酒。好的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，好，我得高兴，大哥，好。